雪原 KT 音速弹和台北台星战神福尔摩沙梦想家进行台韩职篮交流赛，场上球员吸睛，场下啦啦队也是一大亮点哦。那这一次呢，特别找来韩职双栖的啦啦队来进行应援。那这一次主办单位呢，为了要造福粉丝，为粉丝谋福利呢，有特别规划赛前的签名还有拍照活动。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稍早访问。你喜欢哪一队？我喜欢金晶儿，金晶儿最棒。单色四个我都很喜欢，对对对。所以这一次是有特别想要来跟他们签名？有有有，我一看到消息我就立刻买签名跟拍照资格，然后明天我还再来。想要跟韩职啦啦队签名，要先买到资格券，要买到2500才有签名券，每日只限定80组，目前还有名额。刚刚采访到金晶儿有提到，之前就有来过台湾，觉得粉丝非常的热情活泼，而且特别想逛夜市，此次也会把握来台湾的时间逛个够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